你不是说你有通晓过去未来的能力吗？你到底遇见了什么？我看到的跟你有关的都很奇怪，你会因我而死。那我现在就杀了你，你的预言不就破了吗？父母亲人在上，仇人之女已结婚，万事俱备。那丫头跟先皇后长得一模一样，你现在更令我怀疑你的身份。雪晴，我母亲的仇，你全家被灭门之仇，都要让他们血债血偿。我一定会受人恶毒，为我幕府雪恨。你对我到底是什么感情？你只是我的妻子而已。慕容苍留你在身边，只是要把你变成他的刀刺向郑国公，他根本就不是真的喜欢你。我需要一把刺破困局的刀。我可以做你的刀。这把刀郑国公可曾见过？我绝对不能再心软了。刀藏人亡。如果我真的知道我会爱上一个人的话，那你猜我会怎么做？